Hello， 我是小孩子。这一集开箱那个上周吧，还是上上周发的 Descendant 的目录隐藏款的教练外套。啊，这一款就是比较 logo 的设计哦，背后一个很大的标志的鲸鱼，正面就是素素的一个 Descendant logo。然后呢，这件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，CDG 前几年很红的那个教练外套的款式，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外面的这个材质都是用聚酯纤维防风为主的这个设计，好，然后都是聚酯纤维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再中间的话是用纽扣设计的，然后内部这边有这种薄薄的这种类似刷毛的材质，这种材质蛮保暖的，但是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厚度是比较薄一点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就是冬天要御寒的话，其实还是再加一些毛衣啊，或者是卫衣之类的单品会比较好。然后再来的话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这是这一件它这个后领标，后领的这个领标，然后这边有是 S， 然后这一件的话，因为官网没有写说是哪里制的。这件的是越南制的，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件的那个肩弓也做的还蛮好的，不会到说有很多脱线的问题，基本上是没有，因为我其实刚刚检查是没有看到有脱线的问题，然后还不错。好，然后底下这边下摆的部分也是可以做松紧收缩的。然后版型的话，因为我这件是 S 号，所以没办法套给大家看。那有需要数据再联系我的 Instagram 或是所有的通路都可以，我再跟你说版型。那大概是这样，拜拜。